观呢有四个层次，第一个层次是看，观看是比较粗的，再来下一个境界就观见，那见到之后还是不够深，还是要见到材质，什么材质，好怎么烧，这就是细的境界啊。最后呢就达到一种境界的境啊，就是说你这个茶壶，你茶泡出来之后的茶汤是呈现什么样的一个味道，可以带来你的身体有什么感受。不只是天才，是鬼才哦，只要他参与了哪一方面，他都有特殊的成就，我们很高兴啊，因为我们有这种青出于蓝的学生为师者最快乐了。伊家己已经是足厉害的歌手，中的歌手，佮进到屏东大学视觉艺术系之后，让你天蚕再变。汉你看到讲，哇，屏东大学咱就是个个展，会使有遮侪人来，表示仰慕的对象非常的侪啦，吼。秋秋山是非常非常优秀，优秀的学生成就老师。邱老师已经开创了茶艺现代当代史的一个新的脉络，这次论文哈，我真的是当传奇在阅读。作品能够带给大家一种不管是视觉上的喜悦，或者心灵上的一个交融也好，个人大师风格，我觉得这是最难能可贵的。我发现原来我们的展场还能够再更上一层楼，好，就是因为今天有秋秋山大师的这个作品，艺文中心还可以有更不一样的展示的方式。秋秋山身上是一个职业学校最好的激励人心的教材。刚刚大家都在称赞慈禧，我觉得他的字更棒，那他是标准的中国那种文人，从他的字开始，然后这样发展出来的。我觉得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待秀山的东西的时候，你会有另外一种的感受。这个作品哦，非常的细腻，插花它的花器在里面来插就会很漂亮的。观月，我们喝茶了以后哈，有了那个境界，我们就会很愉悦。所以说我们谢谢秀山给我们这一次精彩的展演。